城主，走错路了。没错，我要去的是九州塔。什么？你？三思啊！城主，此时开启护城大阵，就相当于站到了东海的对立面。哪吒算是点醒了我，便是东海龙宫欺人太甚，势大的强硬，利大于弊。谁都别想伤害哪吒。 和我城中的百姓，好啊！这是好多年没见过城主意气风发的模样。前辈，又是你们两个饶我美梦。前辈，哪吒有危险！前辈，哪吒独自跑去东海复仇了。什么？哪吒他……杜少主，快上来！ 有趣，有趣！真没想到，你逃过一劫，居然还有胆子找到这里，交出三昧真火，有你一命！嘿，好吧，今天新仇旧恨一起算。<笑>大言不惭！烟火，你先躲起来，小心！哼！ 看来你的招数还真是不少。接枪！九车。这火箭枪神意非常，可以数倍提升你体内三昧真火的威力。走！走！走！哼，我可没空一直看你耍把戏。 听说上次开启护城大阵还是100年前呢，没想到可以亲眼见到。哎，见到又有什么好？ 我倒希望大家平平安安，永远不要见到。哪有那么简单？这九州塔的守护之力，需要城主以自身的意志控制，长久使用必然摧毁神魂。还请诸位护住此塔，大阵起。 三昧真火，终究还是到了我的手中。什么人？还好赶上了。前辈，还待着干嘛？快跑啊！又是你！站住！我们东海是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吗？哪吒，醒醒，快醒醒，遇到大麻烦了！什么，前辈？垂死挣扎，晚了，变化。 我的身体，这两条水龙正在吸收我们的力量。休想！火箭枪！哈哈哈哈哈！等你们失去反抗之力，三昧真火就是我的了。开始了。
不要急，不要急，身心合一。再来。原来火箭枪要用心神去控制才能发挥威力。怎么回事？那东西在吸收你的火焰能量。再来。不可以，这只会加快力量的流失。难道就只能坐以待毙吗？这阴阳戟可是我锤炼千年的随身宝物，就连龙王也难以轻易破开，就凭你们？前辈，那是……保护住身体。多谢前辈，剩下的交给我了。小心点。好吧，接招。王王。这不可能，你的力量怎么会提升这么多？你想不到的事情多了。这娃娃的力量还在不断提升，火箭枪的操控越来越熟练了，可还得更强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？天地变色了，这是？这是他牵引出的天地之力。师父，为师不便现身，惹恼了龙王，只会带来更大的浩劫。这场战斗只能由你自己去应对。可是师父，我的攻击伤不到他。天地之力本就孕育在天地之间，你天生神体，又懂得身心合一，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就不远了。天地之力好霸能用，你为什么不能？天人合一，调动天地之力。你可以助我调动天地之力，感悟天地，心神随势而动。感受到，原来天地的能量一直就在身边流转。削弱我一级。天地之力，助我斩妖除魔。哪吒好像赢了，看来只能将哪吒逐出城池了。城主，多谢师父指点，弟子出战得胜。赢是赢了，可是你也闯了大祸。师父，那东海龙宫若要报复，弟子一人承担。一人承担？你以为这是你自己与东海龙宫的争斗？老夫出手已经有违师门规矩，可一不可再。师父，弟子抗击妖魔守护百姓难道不对吗？对，可天下间的事又怎是一个对错就能分辨的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师父。罢了，谨记，凡事三思。